大家好，我是白神木蛮唐大叔，今天和大家一起看看万众期待的吉普的 Grand Wagoneer。 首先 Wagoneer 一共有两款啊，这一款是 Grand Wagoneer， 这个是 Series 3，也就是最顶配那一台。那在细聊这台车之前呢，咱们说一说这个名字。Wagon 这个词呢，就是叫大篷车吧。在最早美国发展的时候，他平时工作生活啊或者移居的时候都很重要的一个，所以 Wagon 是这么一个大篷车，在西部啊、西部牛仔的时代，那在根深蒂固的美国文化里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舒适的长途旅行的东西了，比起骑马或者走路，对吧？之后呢，美国继续发展，那大家知道到了大概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美国可能是最辉煌的一个时代了，普通的工薪阶层都能实现这个美国梦，所以呢，汽车旅行和度假也是当时家庭主要的娱乐之一。那在这个背景下呢， Wagoneer 它当时的定位就是最酷最舒适的四驱家庭车，因为它背着吉普这个二战军车的背景，然后它有木质门这些很酷的元素，然后有吉普出众的四驱能力，所以呢，让这个 Wagoneer 成为一代非常经典的车。那因为这台车呢，唐叔和大家都等了很久了，而且我觉得真的挺漂亮的，所以今天唐叔换一种拍摄方式，那尽量让大家身临其境，用第一视角或者旁观者的角度去看一些细节，所以呢，看完之后大家可以自己来决定到底多喜欢这个车或者喜不喜欢这个车，然后最后唐叔再和大家分享我的个人观点和导购的一些想法吧。那大家就请好好欣赏吧， Let's go。
好的，现在大家看过了，觉得怎么样？喜不喜欢这台车？那唐叔个人理解呢 ，Grand Wagoneer 这台车可以完全胜任两个用途：豪华全尺寸 SUV 和豪华长途旅行车。Grand Wagoneer 呢，有令人窒息、可以和任何豪车比肩的豪华内饰和配置。前后三排呢，共有7个之多的大小荧幕，11个 USB 接口。外部360度摄像头，内置家庭摄像头，夜视模式，防碰撞主动刹车，停车辅助等众多安全配置。虽然这台车呢差不多5米5，非常大的一台车，但它开起来其实很像中小尺寸 SUV， 操作感非常好的。这台车就是在城市用也很不错的。那另一方面呢，唐大叔看完这台车的第一感觉就是，依然是想着怎么是做一个最酷最舒适的长途旅行车。 Grand Wagoneer 的外观属于低调奢华，但是这车里面的细节呢非常的人性化和合理。前中后三排座椅都非常的宽敞和舒适，然后全都可以调节。还有 Grand Wagoneer 是同级最好的10000磅拖力，那这台车当然可以拖很大的房车，而且因为这个车的长度和重量，拖车时候会相对很稳。如果嫌拖车麻烦呢，或者说周末短途旅行呢，甚至是少一点人的长途旅行，可以中后排放倒，直接睡车里。当然，大家可能一直在想的一个没有去说的问题，就是这台车的油耗。471匹马力的6.4升 V8 黑米引擎，在城市里走呢，走走停停，肯定油耗是挺夸张的。但是上了高速公路，配这个8速变速箱，它油耗大概只有15.6升百公里，然后呢配一个120升的油箱，大概可以开到950公里，当然这个是最理想的路况的时候。那配合这个半自动驾驶模式，这个模式是比原来都好，因为它有这个辅助转向、加速、刹车全都有了，所以长距离的高速路驾驶会非常的轻松。所以唐大叔觉得这台车在这个全世界的疫情期间推出来，大家明显感觉到都憋坏了，所以特别向往出去玩。那这台车，又是 Wagoneer 这个文化背景的话，我觉得这台车的重置版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大家看完之后，听完唐大叔的观点，你怎么想呢？还没订阅记得赶快订阅了，喜欢这个视频呢记得点赞啊，如果不喜欢呢就不要给我差评了，下面留言。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大家可以跟我分享，跟大家一起讨论。然后呢，当然了，如果你住在温哥华或者温哥华附近呢，可以找唐大叔来买吉普支持一下业务啊。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还是好吧好吧，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白石木丸唐大叔，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